曾国祥的妈妈宋丽华上年十一月入院检查身体，近日 Derek 又被人发现他多次出入医院，唔通系妈妈的身体出了什么问题？因为有啲唔舒服，所以留院了几日啦。我有冇话几时出到？应该一礼拜出到噶啦。我都应该依几日出到噶啦。我嗰个冇一齐嚟嘅嘛。佢咁做嘢咁啊，拍紧嘢系。好朋友陈小春近日宣布太太应采儿再生了一个仔仔，请你做四口之家。细仔好好俏及可爱，再做爸爸的小春呢排都春风满面啦。咦 ，Derek 同太太都结婚成年啦，几时轮到你先？我知，我一睇到报道，睇得几生，睇得几时唔生啊？唔好搞住啊！